猪肉、红烧肉，或者是白斩肉、哦、一定会让你这样吃、哦、尤其像酸菜白肉锅、哦、一个白肉、哦、一定会放。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。好、哦，现在客家菜很好吃哈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讲的口水都快流下来哈。哦好，无汤不浓。我们客家菜的汤哈、哦，绝对不会清清如水。有吃过冬瓜汤吗？客家菜有，很少啦。那大家都嘛是酸酸甜甜的汤哦。客家菜它没有冬瓜汤，真的。你下次去看，你到了客家餐厅，我点个冬瓜汤，你敢讲不？哦，一定是酸菜白肉锅，一定有梅干扣肉白肉哦，梅干扣。你看它的汤一定是酸酸浓浓的。啊、真的，他绝对不会有说清清如水，什么蛋花汤啊给你，那拢做就那是恁自己厝的给跟住。真的到客家餐厅，你要甲点冬瓜汤哦，伊来讲无哦，真的。好、哦，我们好像快到了哈、哦，稍微等一下。对对，快到酒厂了。